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著名的 YouTuber 德廷了。谁跟你讲是著名的 ？Hello， 我是德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会挑战他 K-pop 问答。来，第一题，简单的开始。可以，请列出 TWICE 几位成员的名字。南永、吉修、子瑜，然后默默、莎娜跟 Mina， 然后定妍跟 Chaeyon。对对对，还有一个。D 开头的 ，D 开头的 ，Dahyun 啊！列出四个人的韩国女团 ：Mamamoo、Blackpink、Girls Day、To Anyone。OK， 可以。Yeri 在加入 Red Velvet 之后回归，第一次拿一位的歌曲是哪一首 ？Bad Boy， 就是 Ice Cream Cake。对对对 ，Ice Cream Cake。스러운점수시청자선호도점수방송의수점수음반점수그렇다면과연1위의주인공은자레드벨벳블랙핑크의 Kill This Love Let's Kill This Love 一共拿了音乐节目多少个一位？我猜好了，我光猜好了11个。没有几个？两个啊，两个吗？能这么？为什么？其实是只有拿一个音乐节目的总一个冠军，可是那个节目还拿了双周冠军，他只拿了两个冠军。A-Pink 当年推出的成员叫什么名字 ？A-Pink 当年推出的成员叫什么名字？不懂。OK， 红玉 Kim， 请列出五组到现在还没有拿过音乐节目一位的女团。OK， Begin Begin Signature， Luna。Everglow 还没有拿，都拿过了。哪个都拿过了。Everglow 축하합니다。这至于唱错 ？Jessica 是在哪一年推出少女时代？应该是还不久了。2014。对。OK， 他是那个 Catch Me If You Can 的时候出的嘛？之前出了，对对对。Idol 有一位成员曾经是 Blackpink 的储备团员，他是哪一位 ？M Mion 啊，对对对。OK， G Friend 2016年回归的歌曲 Rough。一共拿下音乐节目多少个一位？11位。没有。几个？15位。OK， 请列出五个曾经在音乐节目下拿过一位的 solo 女歌手。崇哈、三咪，还有那个博啊，还有一 solo 的Taeyeon， 还有一个一位的女歌手是 IU。OK OK Yes， 女子团体 April 的忙内叫什么名字？我随便猜好了，什么小雪之类的。OK Lee Jin So， 请列出 JYP 旗下曾推出的四组女团。Miss A。那个 Nobody， Wonder Girls， ITZY 跟 TWICE。OK， 这是问题耶，幸好还有送问题。请问 Yuri 在48最终拿下第几名？第八。我没有看。第三。综合得票数294,734票을가져간当年 Produce 101第一季除了促成 LI 女团的诞生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组女团 Produce 101啊，是哪一组女团？快点求救 IBI IBI 周少女三位中国籍成员，陈潇、孟美岐、吴宣仪啊，对。请问在 Produce 101第一季最终排名20名的练习生叫什么名字？田小娟。对，请问哪一个女团用了最短的时间在音乐节目拿下一位 ？Idol。不是。EZ。对 ，EZ 用了9天就拿下一位。YouTube 目前点击最高的女团歌曲是哪一首歌？Blackpink 的嘟嘟嘟嘟。啊。Dreamcatcher 的前身是哪个女团？不懂。M I N X Mix。OK， 已经回答完了。好了，今天谢谢德廷喽。